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陈正。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2022中，荣获专业青年 A 组银奖。我从13岁在新加坡的景文中学古筝团开始习筝，至今已经学习了7年了。我的启蒙老师是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的何燕老师。现在我在新加坡服兵役，是个现役的军人。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为世界各地的古筝爱好者举办这一场意义非凡的比赛，感谢你们给予我们一个平台来展现我们对古筝艺术的热爱与坚持。希望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将来还会再举办这样的比赛，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互相切磋，互相交流。祝大家在世界各地弘扬古筝的道路上蒸蒸日上，谢谢。老师们好，我是陈正，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4日，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
老师们好，我是陈总。今天是2022年10月24日。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